原来发恶梦。原来三点几啊？哦，眼花啫。后生仔印堂发黑喎，吓个都好光噶，咁你咪撞嘢啊？你点知噶？坐低震你两句啊！哇，师傅你都好巴闭噶，十岁啊！咪华都有啊？佢哋梗系学风水。嗱，你个八字咧，我就算过噶啦。吓，我都未俾你。师傅咩都知嘅。你系咪香港出世啊？系啊。你阿妈系医院生你噶嘛？系啊，点知噶？咪咯。嗱，咁啦，呢度咧有道符，写完俾你之后烧咗佢，饮咗佢咧就冇事噶啦。嗱。喝了它之後就不會見到骯髒東西了，暖的。咁如果仲撞到鬼咁點啊？嗱，如果再撞嘢嘅話咧，打開佢，佢會幫到你噶。好自為之，後生仔。條友都流流地，盲嘅。早啲開個金龍睇下咩嚟先。Bet 百斯特眼鏡店。根據師傅俾我嘅錦囊指示，我嚟到呢一度百斯特眼鏡。哇！點解師傅俾個錦囊叫我上嚟一間眼鏡店嘅咧？點會咁咧？我明明眼未見到鬼，同埋有時頭暈暈、眼花花，但係關配眼鏡咩事咧？唔好講咁多。师傅话里面咧系有人可以帮到我解决到我嘅问题，希望唔会半夜三更扎醒见到鬼啦。好，事不宜迟，依家即刻入去寻求高人嘅帮助。Let's go！ 好啊，我终于嚟到呢间眼镜店，究竟有冇高人可以帮到我？诶，唔该唔该，系我想问一下咧，呢度系咪可以解决到我左眼见到鬼嘅问题？可以啊，真系可以。你话咩见到鬼？好，我终于嚟到呢度眼镜厂，哇，好大喎、啊、里面，黐线咁大间嘅，咁里面系咪真系有高人可以解决咗我见鬼嘅问题咧？问一下先，诶唔该唔该，诶我想嚟呢度，因为有人叫我嚟呢度可以帮到我，因为我见到鬼，边度要谂到鬼啊？吓、啊，系咪你副眼镜唔啱你出问题啦？是不是啊？是啊，真的。然后我们这里可以重新和你验光啊，调下你的对眼啱唔啱你的眼镜啊。好。哇，原来呢度除了配眼镜之外咧，仲要 check 埋你有冇白内障啦，同埋 check 埋你有冇咩黄斑病变啊，可以 check 到，是不是啊？咁坚嘅咩？眼镜点都要 check 呢啲嘢噶嘛？我话唔讲废话，而家咧 check 下验下眼先，因为咧即系我个见鬼嘅情况好严重，究竟系咪我副眼镜嘅度数有问题？呢一个嘅。咩眼疾之机，好似日本做嘅，好似系，咁啊，佢就话可以三分钟可以 check 到我有冇眼疾啦。咁啊，但系问佢有眼疾之前咧，我就想问一下视光师，问下有冇见过鬼。我想问你医生有冇人看过鬼啊？哦，没有看过，没有看过。哦、你相不相信有鬼？我相信。你相信有鬼？是的。你没看过，为什么你相信？已经有这么，我自己感觉到有过，但是可能是没有真正见过，哦、感觉是有，因为灵异事件。我可能我也见过，我也见过，嗯、我成日看到有鬼影。哦，系啊，我知不知这个问题，还是我真正看鬼？哦，不知道，那应该是我给你检查一下，好好好，看什么情况，好吧？好好好，下巴放松。
眼睛摘下来，眼睛摘下来，你别走。这是前方，这是前方绿色十字灯。拍照完成，感谢您的配合。甚至都是全自动的，打印出来了。像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黄八，黄八，这是我们的四光盘，都是比较正常的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好，是比较一个风险，就是低风险。低风险就是我们俗称的视疲劳造成的。如果出现了一个中高风险或者高风险，那就比较问题比较大了。知道。对，应该再看这个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个眼底照相机所能检查的所有的一个项目，你像除这些。这些都是比较一个病理性的，你看这种正常就是黄斑区，还有黄斑乳头、视网膜病变，还有玻璃体，都会给你一个做一个检测，甚至会出现有些如果血管出血，它也能检查出来，都是可以测出来的。很厉害哦，这个。对，这是比较一个专业性的一个设备。那么很贵哦。一般来说，小的眼镜店是不会配这些东西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啱啱咧就 check 咗呢部机啦 ，check 完之后咧，其实我咧就冇乜白冇白内障啊，冇黄斑病变，乜都冇，就是、眼睛比较疲劳啊。check 完呢个眼有冇眼疾之外咧，之后就直接入去呢个嘅验光室，特登由呢个验光室咧就系保障翻个私隐咯。系啊，咁而家就入去 check 下只眼。其实配眼镜嘅流程咧，大致上同香港配咧其实差唔多，大同小异啦。咁啊，最后咧就系 check 个主视力，我主视力咧其实就系左眼啊。像你的主视眼就是左眼。我左眼看到鬼，就是左眼。对，是的，是一只眼看到的话，你左眼比较好。好，你看，现在就是我们就需要一个试戴，新度数看一下，视力怎么样，或者头晕，会不会没有，会不会看低不平？暂时还没看到有鬼。真的吗？对。好啦，啱啱咧就配完度数啦，咁依家最重要嘅环节就系拣框啦。这种款型就比较年轻一点，来试一下，有没有似 IT 狗的感觉？似唔似嗰啲咧？系嗰啲咸湿佬嗰啲咧，杀人犯系嘛？杀人犯嗰啲戴着眼镜嗰啲，这种就比较一个老成一点的，就老。如果商务款，做生意的或者谈合作比较多的，坐办公室就戴这样的。这种戴上之后呢，会显得人更斯文一点。佢呢个系老实型眼镜。是不是老实了？那个样子是不是老实了？像现在我们的活动的话，像这个啊，这个58块钱，包括了一个镜片，还包括了一个镜框。58块钱，整副眼镜，哇，对对对，很便宜嘛。我这个零钱的，真的好点。我给你58蚊啊，58蚊抵，系啊，呢个 OK 喎，呢个。像这种的，质量是非常好的，这个也是58块钱，58块钱，这个那么耐用是那个，这个戴个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哦，哇，可以的，这是一个58元里面的镜片，58元是对国产的，对国产的，对国产的镜片，这个镜片的话，摔两下都没有关系的，你可以看一下。都无所谓，还是新的。啱啱咧，老板推荐我呢副，搞鬼屌。佢系咪见到我孭住呢个袋，所以特登抽翻呢件衫俾我？呢个抽翻呢件呢个眼镜俾我，就觉得浮夸得嚟有点低调 ，O 唔 OK 啊 ？OK 啊。就呢副咯。好。好，就这一个。我话依家咧就去到拣眼镜片，拣咩牌子好咧？咁我推介咗蔡司镜啦。咁啊，蔡司镜咧，佢讲个价钱咧，直头令到我惊讶。像这个呢，就是蔡司的镜片，蔡司镜片呢，现在是可以省65%，就按照你们广东话是怎么说的？六成半，平咗六成半。对，像这种普通的，可能只需要是1000块钱左右。100多，600几，再六成半，就到这么，就是100几，100元吗？真的吗？是的，这个是原价，原价在六成半，平六成半，睇下先，揿下先，嗱，佢最平咧系680蚊人仔啦，咁啊乘呢个六成半，即系65%。
off， 喂，熄咗嘅，等先啦先，唔系 off， 唔系 off 系 off 系食几 off 啊？等先，点啊？哇，原价嗱最平嗰个蔡司嘅680蚊啫，之后咧佢可以平6.5，即系0.65，佢足足平咗442蚊，只系238蚊就有嘅。嗯，蔡司镜很便宜，对，按照以前来说，500多就只能买国产的，现在500多可以买个进口的，而且还是超标的，是不是？你也支持进口的吗？嗯，对。某种情况下，在技术方面还是比不过进口的，进口还是更好。好，毕竟中国的眼镜行业才达到了26年，就是中国自己的技术啊，26年，但是像这个。进口的已经达到了100多年，在肯定有些方面肯定是比不过的。对对对，就像是一些车一样的，在上面还是比不过。好，说点名，勇敢说出来。都是有会，然后呢，这后面都是会有一个码字，跟你们可以思考的，可以查询中位。哦，佢而家话俾你听，即系佢虽然平，但系系坚嘅，唔系假货咁样咯。因為它有曬個 label 啊、把曲啊嗰啲嘢，因為佢呢度咧係官方授權店，大家睇呢度，佢有3個進口嘅鏡片都係授權店咯，係官方授權店。最後咧就埋單走人啊，加翻眼鏡嘅鼻梁位啊、同佢啊之類嗰啲嘢啦。咁啊，我哋都係等幾日咧就會寄到香港噶啦。A few days later。咁啊，等咗幾日啦，咁啊，終於到貨啦。因為咧佢呢一個嘅因為佢係進廠鏡啦，就唔可以即日攞嘅。佢就要等幾日啦，咁咧佢就會包郵啦寄嚟香港嘅。咁我依家咧收到貨啦，咁啊睇下究竟呢副眼鏡係點啦。就係佢哋嗰個伯斯特眼鏡，佢哋嘅名，佢哋眼鏡廠嗰個牌子。點解佢會有呢兩個包裝呢？就係、是、證明翻佢真係進廠鏡咯，係啊，因為呢個係開眼嘅鏡片嚟嘅。咁啊，眼鏡，哦，就係咁樣啦。好簡單一副眼鏡，點啊？有冇一種低調得嚟戴點浮誇嘅感覺？我冇騎你煩嘅 ，OK 啊，幾有型啊！呢副係日本手工眼鏡嚟嘅，呢副眼鏡唔平嘅呢副。好啦，今次嘅體驗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其實想同大家講翻，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佢哋一個眼鏡廠係新開張啦。咁樣佢有啲新開嘅優惠嘅，咁啊讀到俾大家聽啦。佢有新開嘅優惠嘅，咁佢咧就係58蚊就可以配到一副眼鏡嘅，最呢、這個最平優惠。我以我所知，我相信係所有內地或者深圳嘅眼鏡嘅店咧係冇做到呢個價錢，這個價錢係唯一佢呢一間可以做到，因為佢自己係一間眼鏡廠嚟，所以佢可以做到最低最低嘅價錢，所以就58蚊可以配到副眼鏡。咁當然啦，個鏡片係國產鏡啦，唔係都會咁平啦。咁但如果想有少少質素好啲嘅話咧，咁可以配進口鏡片嘅。咁啊，進口鏡片咧，佢哋嘅價錢咧，蔡司眼鏡咧係可以比原價平6.5啦，跟住之後咧。開眼，譬如我而家呢副咧，就係原價再3.5折啦。其實一般我哋啲訂製眼鏡咧，係需要5日咧去加工咁樣。咁佢呢個係原廠加工啦。咁佢嗰個眼睛配嘅度數數據咧，係更加會準確咯。因為嗰、那個我覺得咧，嗰、那個店員咧有啲似老高，即係方面咧嗰、那個店員咧，同埋佢幾玩得。即係咧，我訂副眼鏡咧，佢就係踩褲自己副眼鏡，即係我覺得佢幾搞笑。即係我覺得呢個幾開心咯，即係幾 nice 嘅。其實佢啲店員都好 nice 咁樣咯。咁啊，好啦，今日嘅體驗去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咧想知道有咩嗰啲優惠嘅話咧，其實咧我下面 description 咧佢有佢哋嘅聯絡方法嘅。好啦，咁啊，條片差唔多去到啦。咁啊，多謝呢間店嘅邀請啦，去到呢度嘅拍攝啦，同埋送一副咁嘅眼鏡俾我。係啊，咁多謝曬。咁啊，最後啦，教下大家點樣去啦。其實咧，大家只要喺呢個福田口岸，即係其實係去到落馬洲啦，過咗關之後咧，搭4號線就一。上就上到會展中心咧，咁啊見到有個連城新天地嘅，同埋而家咧我睇影片咧，我就教大家點樣可以唔需要經地面，直接攤住冷氣咧，咁去到嗰個眼鏡店啦，啊，咁啊大家沿住條路行，跟住轉右就見到一個商廈噶啦，再行前少啦，之後咧你見到有幾部 lift 咧，去到23樓就可以到到佢間店鋪噶啦。好啦，咁呢條片就到呢度啦。咁啊，中意我條片嘅記得訂閱出嚟啦。我係盧地手癲奴啦。如果下次仲有啲咩 sponsor 咧，可以歡迎聯絡我。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